嗨，大家好，是右燕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一日环岛二十四奈。那这次一日环岛二十四奈，大概这是我第二次这样冲了。然后原因是因为我最近买了一台新的 MT-03 二手车啦。但是呢，想说既然都买了重机哈，还是要给它好好的操一下一日二十四奈环岛。那我们现在时间大概是下午的差不多四点，那等一下我们五点的时候要跟这次的伙伴在巴黎会合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准备一些装备之后，就准备出发，一日火箭。一日环岛是个非常高风险的挑战，除了要全程集中精神骑乘并注意路况外，路线规划、车辆事前检查与保养、装备护具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准备。其实没有24小时完成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热血欣赏美景完后能够安全的回到家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是要热血，年轻热血啊！可以啊，好，先过去。你现在哪 ？OK， 到了，准备好了。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反正我们就先骑吧，骑到苗栗再说吧。苗栗，对啊，看到时候要去。到了，五点了，差不多了。五点。今天的环岛伙伴。我们要活着回来，我一定会活着。我们要活着回来，先来看一下我们车啊。哇 ，T 吗？我们如果怕，可以吧？我们怕我们半夜会进城。不会啦，半夜进城吃小吃。啊，不是捏离合过吗？不是要捏离合？没有，你要关心。准备好所有的行程与装备后，二十四奈环岛就正式开始启程。下午五点，我们由林口海岸出发，沿着台61线快速道路，一路往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以台中、大甲为晚餐据点。个人非常推逆时针环岛，在东部往右一望，就能看见东部无际的海景。当初安排下午五点出发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赶上台东的日出。越往南部前进，天气由原本的阴天慢慢转变成金黄色的夕阳。骑行不在乎目的地，在乎沿途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。骑行约一个小时，经过新竹南寮，在便利商店小歇一会。没想到才刚出发，只是发现原本挂在后面的路牌已经消失飞走了。到了一个让大家知道或对你比赞的机会。当初会有这趟旅途，也全是因为某次骑车与朋友聊天。我随口问一句，廉价要不要冲一波二十四奈啊？日出很赞哦。本来抱着开玩笑的心态问问，没想到朋友们也是疯疯的就一口答应。
旅行的理由不需要阐述太多，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全部，走。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我特别喜欢的。What you like, what you don't, you should never be flying solo. Hop into the cockpit, I can be your rocket. Hey, fly. So what if you, what if you, what if you been sitting there and thinking all this time?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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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's your mind time? Been telling you, telling you, telling you to make you believe that the right guy.对呀、啊，现在到了大甲妈祖，等一下准备要去吃饭了。现在回到台中了，台中 City 开路到了，我们只花了两个小时吧，两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，干很快、欸，两个小时就到台中也太快了吧。在大甲吃饭约一个小时，接着就要开始夜晚漫长的路途。从台中出发，继续沿着西滨下站，预计抵达云林口湖休息站。夜晚的西滨没有什么车流，天气也是挺舒适的，一群人享受在夜晚追风的快感。途中遇到快速道路上发生车祸，只能绕下省道前进，不过并没有绕太多的路程，很快的抵达第二节点口湖休息站。哦，现在晚上十点了，已经到了，这个是云林还是彰化？云林的口湖休息站，快啊，真的是速啊，大家都快的慢，怎么会这样？高价爆涨啊，太爆了！你看你们都穿那个，你们三个都一起买的、啊，没有，建成也有买啊，对啊。补充好体力，继续往南前进。原先预计走台84线往预警快速道路，避开台南、高雄市区。没想到朋友带错路，没下到交流道，就进入耗时冗长的台南市区。突然口径小了，哇，5分吧？这样就刚好。没有了，还要多一条锁匙啊。还锁螺丝啊？对啊，不然跑出来了，尴尬。来，去旁边来走。为了继续避免再进入高雄市区，我们选择走台28线往台3线。那大家都知道 ，Google 的导航常常会叫你走一些奇奇怪怪的路。那我们的运气也算是不错，在大半夜的，除了遇到直线加速赛，第二走的路太阴，沿路的群通一直断讯。体质敏感的伙伴极度不舒服，
在路边紧急处理跟休息，大大的 delay 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。没想到这趟旅程会发生这么多事，也是头一回遇到，到现在我们还是心有余悸啊。当我们继续沿着台山线至平和公路到海豚湾的时候，已经约凌晨四点。现在凌晨三点半了，哇，这里满满的都是人。来一下啊 ，OK， 开始出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吃个早餐呢，吃个乐乐。凌晨四点，满满的人。提到这里就代表着漫长黑夜已经过去，正式准备告别西台湾之旅。台东日出的余晖慢慢地将天空渲染成很奇幻的色彩。接下来的路线是我此趟最期待的一条路线，沿着台九线南回公路一路向北，沿着东部海岸前进。隧道口就已经被眼前所谓的 blue out 蓝色时刻感动到，先前的疲惫都消失了。日出前的半小时，橘色的日光完美衬托深蓝色的天空，此时的天空变化得非常快速。我们尽可能的用眼睛想将眼前这片风景好好地拍摄进脑海里。这次环岛就是要在这边，也不错，至少看到海，有看到太阳。好了，等一下今天云层太厚，也不会直接出来。这里蛮美的。对。目的就是这个，台东日出啊。线哦，虽然说我已经环岛七次了，纵使是相同的景色与不一样的人，在不同的时空与人生阶段下，总是能够交织出不同美好的故事。不管是两年前第一次骑白牌与月明二十四奈时，或者是十五天与文成深度环岛的时候，目的地有时候只是一个借口，更多的是享受在路上的感觉。我想这就是我为何一直热爱骑车环岛的原因。
当你自己一个人骑车可以骑得更快，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骑车可以骑得更远。过了早上日出时刻，前面因为朋友体力不支，有先在便利商店让他们小睡半小时。毕竟接下来将近200公里的台十一线海岸公路，逐渐炎热的天气加上已经过了将近24小时没睡，体力与精神才是一大考验，很容易因为疲劳没注意就会出事情。个人认为回程路程比起西台湾才是一日环岛最困难的地方。现在几点？九点，早上九点，我们还在台东还是花莲？耍废，我要回家。还好，还是台东和花莲。回家。OK 吧？现在。后悔了，叫我回家。阿里不是白排，白排更累啊。时间越接近中午，心中已经开始起了后悔的念头。加上前面发生许多事情，导致预计的时间都大大的延后。心想，早知道端午连假，好好找个地方旅游就好，硬要做这个极限挑战，累死自己干嘛？但不管是否后悔这个决定，如同已经准备好迈出人生下一步，决定了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快到家了，已经在花莲北部，已经快要中午12点，一点快十二点。有人说不懂24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问为什么不好好安排一个多天的假期，好好深入台湾的在地风情呢，又累又危险之类的言论。我想这就是每个人对旅行的意义都有所不同，有些人喜欢慢节奏，好好体验生活的模式，有些人则喜欢说走就走，热血且充满挑战的行程。尽管大家喜好不一，但一样的是，旅行都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宽广，也使我们的心灵更富足。回程时的北宜公路渐渐变天，原本以为抱着是真男人就不要穿雨衣回家的一个心情，反正也快到家了，没想到老天在最后关卡还增加了暴雨的难度，直接淋到全身湿，怀疑人生啊。
3:46完成，下午昨天下午4点出发，差15分钟，所以总共耗时23小时。哇、好，很快了，我要赶紧回去休息啊！对，再见。本次环岛耗时约23.5小时，将近1000公里，又成功安全的完成一次环岛壮举。我是右燕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